应该没问题吧？没有问题，我只是需要适应一下它的速度。千千万别勉强，这毕竟不是演习啊。嗯，我会量力而行，导航就拜托你了。嘿，放在我身上，我绝不会遗漏掉任何细小的。哎，这些红点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啊？不好，有部署敌人在向你靠近，请立即迎击。果然隧道也被封锁了呢。嗯，和我调查的结果一致，长空市果然已经被这帮坏蛋给掌控了。不过这样看来，高速机动的确能制造出对付他们的局部优势。是啊，我之后也会加倍小心，不漏看一个敌人信号。没关系，从结果来说，你刚才也没有耽误什么呀。啊，等一下，出现新的敌方增援，这个反应规模，小心，有大家伙向你冲过去了。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甩掉它，不过在隧道里。没关系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可是，等我甩开它，就去长空室内的预定地点和你会合。为了不给他留下追踪的机会，我们暂时切断通讯，一会儿见。辛苦了，小兔。终于进入长空室了，这里仍然是百废待兴的状态呢。先和我的搭档汇合吧，他应该就在这附近。那是前方、左侧、右侧、身后，全部确认完毕。周围无危险目标，随时可以碰头，请讲。你好啊，苏珊娜。融于环境。山娜小姐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莫非他觉得自己隐藏得很好？没想到我精心准备的伪装居然一瞬间就被看透了。作为一名女武神，我的实战经验果然还是很成问题啊。苏珊娜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因为平时的苏珊娜并不会像今天这样呀。大家都觉得你早就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女武神了。可是你的经验比我丰富多了，无论是和奥托主教的战斗，还是当时月球上的行动，你都活跃在第一线，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。可是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不是讨论过这个话题了吗？在这次任务中作为对等的伙伴来行动。我知道了，
好歹我也在天命任职了这么久，职位也有了晋升，我会努力自信起来的。好像也只有一边执行任务一边缓解他的紧张情绪了。那么苏珊娜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展开行动吧。好的，跟我来吧。在前面不远处有我布置好的安全屋，我们先去那里和总部取得联系。不过要小心，城里现在布满了无冒者的眼线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。就像这样，一起战斗吧。是。拥抱你的力量吧，夏。不愧是希尔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，肯定要苦战一番了。啊，希尔，在进安全屋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。那是用来进行秘密通讯的收发装置。没错，它能让我们在安全屋内隐秘地和总部通讯。但是不久之前，这个装置被无冒者的自动机甲打坏了，而且那群家伙可坏了，每次我尝试修理，他们就会马上冒出来捣乱。你看，说来就来。你放心修理吧，其他的事交给我就好。拜托了，另一个我。这个还能办？去守护我们的边界。搞定了，有希尔在，一切都变得事半功倍了呢。好，现在我们赶紧进安全屋吧。走这边。哦，进门的时候注意一下我布置的三重陷阱，我给你讲解一下怎么避开。啊，好。当当，是不是特别有那种氛围？希尔大侦探和他的助手苏珊娜将要在这间房间内推导出事件的真凶。确实，这里看上去足够隐蔽。这地方是附近的临时治安维护所借给我们用的，他们听说天命愿意来协助调查，赶忙找了一个最最安全的地方给我们。不过这些豪华的布置应该还是苏莎娜的手笔吧，看来他们也已经被逼到束手无策了。那我们这就和总部联系吧。这是光线造成的错觉吧。这次又遇到什么突发状况了？冒失鬼苏莎娜。对不起特斯拉博士。不对，这次我可没有捅什么娄子，这是非常常规和必要的定期联络。特斯拉博士你好。哦，希尔，你已经到达长空室了吗？比我和鸡窝头预计的时间还要快，看来利用正装小兔进行的突围作战很顺利啊。小兔在载具形态的性能非常优秀，多亏了它，我才能突破无冒者的封锁。我看过之前的作战记录了，没想到无冒者连 RPC 系列的武装直升机都能搞到手。哼，终究是群占山为王的匪徒，居然把那种大型武装放到狭窄的隧道里，还真是一点战术智慧都没有呢。不过
为了对付那东西，重装小兔的能量损耗应该也不小。嗯，其实从隧道里出来之后，小兔就进入休眠状态，无法再变换构造了。这本来也是这次作战最大的风险。虽然你作为重装小兔的原主人能够使用它的大部分技能，但却无法为它补充能源。毕竟它一直以来都在和现主人并肩作战，早已完成了多次的进化和迭代，在能源系统上也和现主人形成了近乎共生的关系。好像确实是这样呢。哎，那也就是说，只要不把小兔还给现主人布罗尼亚小姐，它就没法充电了。那接下来的作战当然也就没法再使用它了。别想太多，一锤子买卖而已。喂，这些不都是一开始制定计划的时候就跟你同步过了吗？嗯，是的，我当然记得，只是确认一下。不过既然使用小兔有这么大的限制，为什么总部不派布罗尼亚小姐亲自参加作战呢？布罗尼亚姐姐最近似乎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所以没法和我们一起行动。非常重要的任务吗？不愧是布罗尼亚小姐，肯定是比我们这里要紧急很多的任务吧。不过这么说来，希尔，你难道也不知道她的任务是什么？这个虽然我当时问了，但是布罗尼亚姐姐不肯说，只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，让我好好期待一下。她还说了什么一定能颠覆业界的认知，未曾见证过的大师之作之类的话，但她当时语速太快，我没有听清完整的句子。关于这件事恐怕我们有一些头绪。真的吗？不是，布罗尼亚姐姐她到底去做什么了？这还要从天命重组方案开始说起，你们应该多少有些耳闻吧。嗯，我听亚尔维特他们说过，据说主要的内容是商讨天命和逆商两大组织的合并。没错，逆商过去是从天命独立出来的组织，但是现在的逆商和天命之间已经不存在理念上的冲突。既然没有了各自为政的理由，那么为了如今的共同目的，两大组织还是合而为一更加有效率。特斯拉博士似乎也迫不及待要教长光研究所的人怎么做武器了。哼，谁叫他们老板是个甩手掌柜，总是放任手下做一堆没有品味的东西。所以布罗尼亚姐姐是去帮忙推进组织合并的事情了吗？和德丽莎他们一起？那倒也不是，他的事情其实是跟组织合并后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有关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新天命的最高负责人由谁来担任这件事。我想想啊，既然是天命和逆商合并，那么按理来说应该是由天命主教或者逆商盟主来担任负责人吧。我记得之前瓦尔特先生还当过两个组织的临时盟主。没错，究竟是由德丽莎主教还是瓦尔特杨来担任新组织的领袖，这件事本来应该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得出一个结论。可是瓦尔特那家伙却突然跑过来跟我们说要辞去盟主的职位，专心去做动画。啊，做动画吗？我知道，我小时候就看过魔剑神姬的动画，那是瓦尔特先生亲自指导的。确实，逆商为了筹措资金以前涉足过相关的产业，但这次月阿西姆似乎是想要全身心投入到动画制作中。他甚至已经将自己在逆商内部通讯软件上的职位改为了原画设计师。瓦尔特先生好强的行动力。别夸他。对不起，难道说布罗尼亚姐姐她？看来你也想到了，布罗尼亚一直对制作游戏有非常浓厚的兴趣，而逆商的动画公司，所以如你所想，现在布罗尼亚已经在约阿西姆的身边，作为研发工程师开始了实习工作。
原来如此，那句敬请期待原来是指游戏作品呢。嗯，果然是 Bronya 姐姐呢。不过等一下，如果瓦尔特先生放弃当新组织的领袖，那也就是说，没错，德林莎会直接成为最高负责人，也就是新天命的主教。说真的，这么老土的头衔，你们不考虑换个名字吗？德丽莎主教确实是非常随和、没什么架子的人。不过，一下要治理两个组织，他会不会因为压力太大，或者琐事太多而自暴自弃？又或者，因为集权力于一身，开始醉心于权势，企图成为世界的霸主？不好，屠龙者也要变成恶龙了。苏珊娜，你没事吧？什么？你抬头看着天花板，已经好几分钟没说话了。没什么没什么，我完全没有胡思乱想德丽莎主教变成大反派的事。你已经说出来了。我们似乎有些跑题了，还是回到眼下长空室的世界上来吧。大约两周前，我们在长空室的观察员报告了一则事件，一间废弃化工厂遭到袭击，所幸没有人员伤亡。而自那之后的两周时间内，又陆陆续续发生了数起类似事件，除了工厂之外，还有公司大楼、仓库，甚至居民区都遭到了武力袭击。最初的事件发生一周后，有一个自称无冒者的组织通过网络和留在现场的传单，声称为这些袭击事件负责。他们宣称无冒者是一个拥有数百名成员，并持有大量尖端机甲武器和其他军火的组织，并将在一周内对长空市进行全城封锁。至于进行袭击和封锁城市的原因，他们一概没有说明。长空市毕竟还是一片废墟，只靠临时警力根本无法和这种规模的匪徒抗衡，所以只有靠我们出马了。负责前期调查的苏珊娜，作为主要战力的希尔，你们的任务就是查清楚无冒者的目的、成员构成以及他们老巢的位置。如果情况允许，你们当然也可以直接清除掉这个组织。总之，以上就是这次任务的大致内容，以防万一我们又重复了一遍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那么，接下来就请你们按自己的步调在室内进行调查吧。我和特斯拉博士也会作为情报顾问协助你们。除此之外，这边为你们物色了一位非常合适的向导，首先去和他碰头吧。论起对这座城市的了解，应该没有人比他更有心得。